泰隆银行。名字啊，听上去比较喜庆。顺丰速运收快递的地方。兄弟烧烤。这个天气啊，不需要炭，不需要火，你把东西放在太阳底下烤一下，它就熟了，一秒钟的事情。天湖水果批发。太晒了，水果店呀都不开门了。这是一个捕蝇笼，但感觉啊没有什么苍蝇好捕的，苍蝇都被晒得躲起来了，不敢出来，好像是这样的。手机维修点。可以贴膜的地方。自助银行。桂西路这里是。太晒了。